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，别看屯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邻里乡亲挺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儿。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，朋友们如果是有兴趣啊，我领你认识认识，哎，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啊。今年的业绩比去年好得多得多，你看这个数据来看，今年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呀，青莲来了，大嫂来了。呀，嫂子，我来不耽误你们开会吧？不耽误，那耽误啥？坐坐，快坐坐坐吧。咱们这是山庄高层会议，带家属来好吗？有些人吧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别说。是不是啊？人大领导都没说话呢，你是干啥吃的你？不是弟妹，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，你别挑理。就是山庄这是有规定的。另外，小峰说话这是点谁呢？这是。王文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说你，我说青莲，别让他说话，话说多了烦人。都是自己家人，坐那听会儿呗，啊！下面咱们正式开会。开会之前呢，我说两个事儿。第一个事儿，嫂子中午我请你吃饭。好。第二个事儿呢，就说说咱们山庄这一段的发展。张总监，你说两句。好。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呢，就是要表达一下，对于。咱们王木生总经理和宋小峰秘书，你们二位呢这段直播效果的肯定，通过数据来看，咱们这个月游客的数量比上个月增长了三倍。几倍？三倍。哎呀，三倍啊。所以说呢，通过这个数据显示，我们山庄运用了这种直播模式，我们是正确的。那个，我绝不能说居功自傲。三倍呢，我认我只占了2.99%，剩那个0.1%是王总的功劳。咱我这不足以提，这不行。无论谁的功劳大小，咱先不论，咱们都是呢为咱们山庄做贡献。对，咱们不要因为有点成绩了，我们就骄傲。公司呢已经决定了。把这个直播呀进入下一个阶段，就是要直播带货的阶段，我们一定要加强和加大直播带货这种力度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山庄的门票和游览项目，我们进行大大的宣传。对对对对，那得讲明白的，是我和王总我们俩是和好了还是合体呀、啊、还是说王总那边实力不行了退缩了？宋秘书，你误会了啊！你播你的，我播我的。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？我这个人呢，就属于慢热型的，厚积薄发，十年磨一剑，以后的路还很长，指不定谁辉煌。起来吧，别睡。干啥？干啥呀？迷糊，你还有心睡？你心咋那么大呢？你赶紧起来，把王永萌和谢永强的东西给我收拾收拾，还有孩子东西都收拾收拾，快点。又干啥呀？干啥？
你那宝贝儿子和你那儿媳妇儿，人家现在要跟咱分家了，这事你知道不？人家都去看房产去了，要盖房子。哎呀，我不早就说好了吗？你不同意吗？分开行吗？我当时那不是气话吗？你看不出来啊？我最伤心的，我最生气的就是你那个儿子姓蒋，啊！我供他上大学，我容易吗？啊，起五爬半夜，我登山呢，爬山呢，南北二通，我那时候我背着点山货，我去卖去，攒点钱，我供他上学，好吃的我都给他，因为他就那篮子，想吃的啥我都不给，回头怎么样？怎么对的我啊？咱说你王小萌，你想跟我分家，你作为姓强，你是我儿子，你是不是得劝一劝他？不但不劝，跟人穿一条腿裤子，最可气的是看房场，他领王小萌去的，什么玩意这是啊？还过什么？啊，这儿子要不要有什么用？赶紧收拾东西，让他们滚蛋！别等你房子盖好了啊，我味儿也晾完了，屋子收拾干净，我再去搬家。你没有那好事儿，要滚蛋就现在赶紧滚！我一天我都不留他，我就告诉你，别把我惹急了。你等他要盖房子把我惹急，他上梁那天那就是我上吊那天，我看你怎么住。你说你拉那硬干啥呀？我啥叫拉硬？人家都看房子了，怎么的？这是我拉硬啊？啊？人家不想跟你过，还是我拉硬？你怎么不逼到那份上？人家能张罗走吗？谁逼了？谁逼他了？我对王萌最近我不好吗？你要能信我一句话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把你那小坑给他闭得明白的，你看看我能不能用我的方式把孩子们留在家里。无论如何，他只要就是在咱一个院住着，哪怕呢就是说的见面不说话呢，只要在这院住着，让别人看着都好好的。行啊，行，赵金凤，一辈子不没给过你机会吗？你老觉得你挺委屈，有能耐使不出去吗？这样，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啊！记住，赵金凤，你如果说能把谢永强他们留下不分家，记住，你这事做到了，我从此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这个家你当。咱们大家一个宗旨，那就是把咱们山庄我们的经济效益搞上去，咱们一定要把咱们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把你们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恩怨，把他往后放一放。你说的这些话，仲梅说的对。我媳妇说你说的对。弟妹，你今天你的到来是绝对有必要。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有素质，不愧是咱们张总监的学生。你没事回家你得教一教，这性格以后步入社会，我跟你说。就吃大亏。我感觉啊，这个王总说的有道理，我还赞成王总的观点。你说是不是，董事长？嗯。呀，上啊！上啊！你别的。上哪去啊？什么上哪去？你不没看出来吗？人家这人俩一伙嘛，咱仨磕头的，都往怼呀。上啊都啊！我能怼人领导说话吗？不是，这小兔子现在已经搁这是受两个小乌龟攻击了。邵小峰，你说话啥意思？就凭你刚才说这句话，我真得说几句。这什么谁活的？怎么能搞个人主义呢？磕头就得互相向着呗，就拉帮结派呗。咱们工作是工作，个人感情是个人感情，我们在一起不能把个人的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。嗯，咱们都是给人打工的，为人家服好务。这才是咱们的宗旨，董事长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觉得是这样啊，今天这个会呢，开得非常的成功。好，散会。好，大佬吃点啥？中午准备？随便吃点啥就行。我请。青莲，走，好了，吃饭呗。啊，手机。那吃点什么面？好，小黑鸡儿啥的。快点啊！我这些小兔子变成老兔子了，你这乌龟。再往上冲啊！咱们拭目以待吧。啊！叔，小萌，过来。哎，忙着呢。啊！哎呀，我这一天呢就瞎忙，找我有事啊？我想过来跟您咨询一下，我看了一块宅基地，想问问看看怎么能申请下来。啊，地址都选好了，选好了，施工队都选好了。啊，行，一会儿我给你个表格，你填一下。徐叔，
小鹏来了，小双书记，你怎么了？正好小双书记回来了，一会儿你填完表格呢，也让小双书记给你把把关，让他看看。好。啊？什么东西让我看看？看好一块宅基地，过来看看，看看怎么能申请下来。已经定好了？定了，就是还有一些细节没定呢。问题是，你占了分家，管国叔能同意吗？我老公爹同不同意，我也准备分了。更何况他这次已经点头了。我看还是家和万事兴，三思而后行。我倒是觉得分家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又不是不赡养老人，大家都在一个村里，有什么事儿能互相照应。小张书记说的对。你们说的都对，那就等房子盖好吃饭吧。那行，我去取表格去。哎，坐着等吧。小芳，你真好，你给我准备的都是我爱吃的。这不都是为你精心准备的吗？哎，成吧。小芳，这几天我天天陪你上班。青莲呐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你说你好不容易放两天假，你就别光顾着陪我呀。你这样，你上市里溜溜的，买点衣服啥的。这山庄有山有水的多好啊，逛街多没意思。哎，要不我让平底下开车带你在山庄兜几圈啊？我不去，兜两圈多没意思呀。你应该呀，就是，吃完饭的时候回到家里边睡个午觉，对身体好。我睡午觉还用回家睡呀？我在这儿开个房间多好啊！在这儿开着房间？那我自己出去还不行吗？那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出给你开，给你开，给你开。那你一会儿干啥去啊？我一会儿得和二丫研究直播的事儿啊。你研究直播那事儿，你下午再研究呗。你中午陪我睡觉。中午就陪你睡觉？你疯了？你给我讲故事，要不然我睡不着。啊，你看你多大人了，这还听故事啊？你陪我。行，陪你，陪你，陪你。算花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慢点啊。好。对，帮我们去拿轻放，然后帮我们贴个那个贴。哎，行，一会儿我回去就给你弄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红旭啊，你把这个红豆和绿豆包两束，然后还有这小雏菊，准备一束出来啊。让这快递直接送走呗。不用，这些一会儿人家自己来取呗。好。嗯。正好你练练包花，我看看你学没学会。呀。怎么了？扎刺儿。哎，不能拿这个呀，感染了，快。你说你这一天呢，哎呀，啥也整不明白。玉田，忙着呢。哥，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没脸呢？我不让你叫姐夫吗？哎呀，你干啥呀？有事儿啊？我咋没事儿呢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来拿两束花。啊，那你拿吧。那你别拿这个呀，这都有订单了。我拿这两束怎么了？我发现你小子画这么密呢，抢啥抢啊？哎呀，行了，他这手扎刺儿了，你看看能不能给他拔出来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还给他拔出来，我不给他摁进去就不错了，还拔出来。你那边卖咋样啊？卖的还行，没你好。你要是没啥事儿了，你就赶紧回去吧，我这边还一堆活呢。行吧，你俩继续吧啊，别总上手。你快回去吧，挺阴阳怪气儿的。好没啊？好了，我去取花。嗯。就这样，大灰狼和小红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你干啥去啊？
回办公室啊。你再陪我一会儿，你再陪我一会儿。陪你陪你陪你。那你再给我讲一个故事。讲一个磨人精的故事吧，那玩意儿磨死。笑你。上良心的磨呀。讲吧。玉田啊，是你呀、啊？爹，你干啥呢？你吓我一跳。那啥，刚才过去那人，你看着没？哪有人啊？刚才过去个猪。是猪吗？啊！我寻思是人呢，我跟了半天。你趴那干啥呢？我这不，就是搜查一下线索吗？爹，你让我太感动了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只要我们父子联手，我相信这个线索很快就会浮出水面。咱俩联啥手？你就干你的事儿得了。这点事儿我就自个处理了。我先抓紧时间把这查出来。宋晓峰为什么把消息知道这么多？是谁传递的？我赶紧，这事儿必须得查出来，要不叫他睡不好。哎呀，爹，你查这事儿呢？你让我太失望了。那你干啥呢？我不查英子和红旭呢吗？你查英子干啥呀？你叫他给他哄回来就完了呗。你查人家干啥呀？你现在这个分家的事儿都是小事了，我怀疑英子和红旭有事儿。我刚才都看着他俩辣手了。你滚一边去吧你！你干点正事儿行不行啊？英子和红旭他能有啥事儿啊？你瞎怀疑啥呀？那怎么没有？是刚才我都看着了。你看着啥了？你都多大岁数了？心眼这么小？你孩子都那么大了，胸怀能放宽点不？我跟你说，英子刘英这孩子这辈子他都不带做那事儿的。要说你，我跟你说，你还没准儿。我告诉你，我咋的了？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前几年你说你跟陈安南的事，我给你压下来多少次啊？你跟你整不明白，你查吧。那两次就整了没用。啊，来了大秧歌啊，没问题。啊，来。行了，来上，来跪上，跪上，来上，没事儿，加班由于时间的关系啊，今儿就不播了，明天播啊，拜拜。嗯，咋你没听说啊？没有你的了，拜拜。哎，青莲，你咋来的呢？啊，我来学习学习。这啥学习？学习你俩咋夸的呀？啊，情绪是到那儿就夸上了呗。那情绪再上来还得搂上呗。这啥话呀？我来可能是有点耽误你们直播了，你俩继续夸吧，我走了。哎，秦莲，秦莲，峰哥，你这么整咋直播呀？行，我劝你，秦莲。
小子啥事儿？这个这样啊，那个人都到齐了，那我就宣布一下，我们老谢家第89次家庭会议正式开始。会议的主要内容呢？干啥呀？咱俩谁开会呀？不是，这不开家庭会议吗？咱俩咋说的？啊，哎呀，我这有点习惯了啊。今天是这样啊，我要正式声明一下，这次会议呢是由你妈主持的召开的，是不是？我前面两句就是给垫个场，这样，那你说，这整那没用的，垫啥场？垫场啊？行，你说，你开。今天这会主要你妈开啊，不是我开。你说。那啥啊，儿子，萌啊，那个，咱不整那开啥会？开会就咱家人在一起的，就唠唠心里话。妈这辈子也没啥话语权，嗯，我也没开过会，我也不想要那什么牌面那玩意儿。嗯，妈就实话实说了吧，妈就舍个老脸，就跟你们说说，咱能不能不分家，不搬出去？啊，人一笑话呀！你说这南北二屯的左邻右舍的，一说咱老谢家，那咋的？这分家了。那再早先都过得挺好的，那是老人不行搁不下儿女啊，还是儿女不行容不了老人呢？是不是？你再说，那你说你俩真出去过，那工作都那么忙，一人一个厂子，你这仨孩子洗衣服做饭的那活可不少啊。再说是你们不差钱，就算你们雇人了，那别人带孩子能敢搁你老人带的那么好吗？你说你们真打这院搬出去了，让人笑我受不了，反正我就不想让你们搬，就是，就这么事儿。你瞧，你说个话。妈，那你看这样行吗？就是咱们以后呢，各过各的，以后孩子们归我俩管，包括上学呀、教育啊、做饭，什么都归我俩管，你俩以后就别管。你看行吗？就是，咱们就这么东西屋住着，完了磕碜呢，别让外人给捡去，就别让外人笑话咱们。正外人看咱们根本没分家，完实质上咱东西屋这么各过各的，是不是那个意思啊？是。行，谢永强，你终于是个爷们儿，今天我挺瞧得起你。你们俩自己过，自己带孩子，是吧？我支持，我赞成，可以。但有一点啊，记住，孩子都在这呢。刚才你妈说了，是不是？你别过个十天半个月的，你们过不了，回头再找我们，那肯定就是不好使了，好不好？没事，爹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好，行，可以。那这跟没分有什么区别呀？这么的，小萌。你也别说那么多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分呢咱们就彻底分一下子，我再出个招，你看你们同不同意啊？我的想法是什么呢？咱们就搁这屋中间咔都拦上，一直到院大门外边砌个墙，是不是？两家彻底分开，你走你的门，我们走我们的门，咱们互不相干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都砌上墙？对，这就不让人笑话了。那没办法呀，现在因为你妈现在是这种情况，但是呢，你们实在愿意走，你不同意你可以走，我只是提一下子，啊，我就提这么个建议，你们觉得行，咱们就用；不行，你们可以走，没有问题。我同意，我没意见。好，同意了，谢永强你呢？行了，我也不用问你，因为啥你这都你媳妇做主，主要是你夫人说了算，我明白。好了，既然王小萌你说同意，就这么定，明天我就开始砌墙。散会。萌啊，我就是不想把客人丢到院外去，咱就给医院住。那个，那妈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？妈知道你主要差在哪儿。妈不是没能耐管不了他吗？我要再问有能耐我能管的话，妈就求你这个行不行？就您俩那厂子呀，忙的。脚打后脑勺子的，不得临妈过去给你看看，做点饭，带带孩子洗衣服啥，我过去看孩子啥是不行？哎呀，
妈，我要分家跟你们看不看孩子没有关系。行，那让妈看孩子就行。哭啥呀？怎么那么没出息啊？不行，咱们再生一个。叔，各个各的，他还整个气墙。嘿嘿，董事长，有什么指示啊？那孩子家长反映说，你管幼儿园的孩子们要什么肉啥的，咋食堂出问题了？咋的？缺啥呀？孩子们可能听错了，我说的是不是那个啥，是猪肉，是多肉，不是猪肉，啥肉啊？多肉啊？不还肉吗？多肉是多肉，猪肉是猪肉，是两码事儿。这不，我觉得嘛。为了这个美化一下教室的环境，我寻思刚开学嘛，完了也是为咱幼儿园省点钱，我就让孩子呀通知他们家长，给这个咱们那个教室里头摆点花式。哦，你就说带花不就完了吗？是是是，那啥，我觉得好像这就是个误会，这事儿还误会不行啊？你认真真的，另外老刘我得跟你说呀。能不能咱们招聘一个职业的那种，有点学历的幼儿园园长？再找一个，这多花钱嘛！你说这咱们整个无形的这开支又大了一块啊！孩子教育该花的钱就得花。董事长，你放心，有我刘大脑袋在，就有象牙山幼儿园在啊！这个我一定为你肝脑涂地。在所不惜啊！你又咋是要什么肝儿？肝脑涂地，就是可为你是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咋地都行。就是你如果有决心，是吧？下苦功，多看点书，完事我给你个机会，先试用一段时间，行你就干吧，不行反正咱就得招人。行，好。喂。这家伙刚答应就撂了。我这园长还不称职，什么样园长能称职？哎呀，抓紧学习吧。哎，咋的了玉田啊？我怎么看你这两天俩愁眉苦脸的？妈，你就劝劝我爹，给英子道个歉，让英子回来吧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英子跟红旭走的那么近，红旭还总去花圃，这英子还不回来，那一来二去时间长了，不得出事儿吗？那玉田，那你就去把英子接回来不就完了吗？我都去好几次了，她不是不回来吗？老四啊，说话你听。老看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你瞅你干啥呢？我这不看黑猫警长这不破案呢吗？不是吗？这破什么案？破案？你听孩子说啥呢？哎呀，我听住了。玉田，我说心里话，你这孩子就小心眼儿。人家红旭那事儿呢，人去年书记刘能过来都解决完，那是刘能的干儿子，对不对？就红旭，他是崇拜刘英，你老多想啥呀你？爹，你知道咋回事啊？啥玩意儿？你知道我去花圃我看着啥了不？看着啥了？我，哎呦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你看有啥不好意思说就说呗，咋回事啊？他俩都拉手了。啊？都拉手了？拉什么手？拉手啊？咱老赵就从来就没有这规矩。宋慧慧，他是还不是故意的，碰你一下手，还让我踹他四脚，你知道吗？你没听玉田说你拉手了都啊？玉田，你说实话，到底咋回事？是拉手了，那是因为红旭手扎个刺儿。你这还说话，怎么还大喘气呢？你说，扎个刺儿那这不正常吗？给扎个刺儿啥的。行了，我跟你俩说不明白，不行那就离婚吧。你。别听那瞎话，离啥婚离婚呢？那孩子都多大了，啥离婚呢？
现在是最主要是这个事儿，咱家消息谁传出去的？我必须得侦破。现在黑猫警长，我看到哪我都忘了，别搅了。行，我不跟你唠，一点正事儿都没有。看到哪了？你瞎的？到底咋破的呢？咋的呀，媳妇儿，还生气呀？我没生气啊，你去陪你爹砌墙去吧。你没发现吗？爹现在是不想分家。是爹不想分家，还是你不想分家呀？爹现在都已经让步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咱俩就借着这个机会，看看咱俩能不能把这孩子带好。必须能。要是实在带不好的话，妈就在旁边，到时候再让妈帮帮忙，对不对？那不用，我们把时间安排好。一定要自力更生。对，媳妇，我听你的。小峰。你干啥去？醒了。啊，我上班啊。啊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你这衣服啥时候穿的呀？我早上四点就把衣服换好了，然后我一看起得太早了，我就睡了。你这好不容易放两天假，你在家待得了呗？哎呀，我在家我也待不住，走吧。哎呀，走啊。走啊。气那么老高干啥呀？我气高，我气他干嘛呀？你们有那么句话吗？戒备邻居高打墙。你万一咱家没有什么事，不都让人看着了吗？气咱们就气高点，要么咱们就不气。你这玩意整的这是像一家人家不的？还一家人？你怎么站说话不嫌腰疼？你心想是一家人，人家跟你一家人了吗？再说怎么分的你不知道啊？我本不想分，我是想给个台阶，但人家也真不给你面子，对吧？那既然分，咱们就分，谁离谁都活得了。哎呀，别请他扯那没用的了，要那脸干啥呀？这功夫要脸就是不要脸。你就说一句软话，能死啊？你也知道我是诚心要分家吗？人也不让份儿啊，人家还能赖我吗？那怎么咱再整，咱不是活不起了吗？行，你就要你的志气吧。邓小明，这墙也砌完了，两家也就这么老死不相往来了，隔人走隔人像胡同子似的。整吧。小峰啊，咱是不是来早了呀？不早，工作我都安排下去了。哎呀，还有个事儿，我得出去办一下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其实那个事儿吧，早都交代完了，办不办也都行，反正。不行。平姐来了。苏总来了。有事儿啊？啊，快走吧。啥事儿啊？啥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呀？对呀，啥事儿就在这说呗。你嫂子这也不外人，说吧。你安排我那泳池派对事安排好了啊？泳池派对？排队？排队吗？泳池排队这是好事啊！我女儿排队，就证明咱们山庄这个生意火爆吗？这好啊，这是啊！
不，这是二丫直播那个泳池派对吗？二丫直播？不是，排队，排队就是火爆嘛。我让二丫，我说你就赶紧去直播去吧。一直播，一看他山上这么火，这个人就这不越来越多吗？排队嘛，排排排队，排排排队，排排排队，这玩意儿吗？不是吗？啊，排队。对了，你看往上挑。对对对，排队。哎，你看这不就对了吗？啊，走吧，我也去。你嫂去，合适吗？他脑袋舌头不好使，脑袋也不好使。还有个事儿呢，还有事儿啊！啊，快编，不是，快马加鞭说呀说。董事长找你有事儿。董事长，李奇伟啊？对，啥事儿啊？就打电话了，说要开个视频会议。视频会议啊？哎呀，以前找我都打电话，这次视频会议，看来事情挺严重，应该是个商业机密吧？有可能。啊，那走吧，青莲，走。你疯了？咋的呢？让领导知道你带媳妇儿在城上晃悠，那合适吗？我疯了，就疯了，怎么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山庄，只要有我宋晓峰在的时候，就有青莲在的时候，怎么的？走。小峰，那我不去了。青莲，无论海角天涯，天涯海角，生死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走。哎，小峰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快去忙正事吧，快去吧。不是哥，你这事得听嫂子，赶紧走，那边着急了，吧走吧。青莲，哎呀，快去吧。啥事儿到底啊？事儿大了，我告诉你，快走。哥，为啥泳池派对不让都嫂子知道啊？女人不对付，别管。天上升起一弯月牙，月牙弯弯，正把那个月光洒，人都管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吧转吧那个红线儿扎，红线儿扎紧两颗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，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月圆了，心儿更亮了，今晚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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